今天的话，看一下现货的机子，然后像我拿机子的话，现在是港版比较多，然后拿回来机子的话，就是会拿一些平量啊，别忘磕碰的，好像平量的话，不是打磨的，也不是压盖板，就是像这些都是原机，啊，屏幕它本身贴着膜的，它贴着膜使用的，所以说把膜撕掉之后，它屏就是亮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些机子，好，这是8P 港版的，256G。哦，边框算是比较花的，但是屏幕是亮的。哦，原屏，好像这个机子的话是原机来的。好像8P 原机的话特别少，像这个机子拆开的话，里面都是漂亮干净的。哦，这个是三个，苹果是128G 的。然后像这个机子的话，是大家到手就是899。哦，像这三个的话就是1650。然后这是三个港版的128G 双卡的，然后三个都是屏幕漂亮的，然后会看的话就知道它是原屏。然后我们看一下，我像这些的话，动过什么都有做标记的，像这个是原机油漆面，就是没拆过的，然后更换过的高容电芯，这个也是我换的。然后这个也是我换的高容电芯，这两个是已植过电芯了，但是它价格的话是一样，因为它这个是有80多电就没换，然后这是已植好循环好的，然后这是已植过还没有跑循环的，就是还是旧的效率。然后这三个就是三个 XSMAS，然后这是256G 的，这也是屏量，像屏量的话，大家用的时候直接贴个膜。带个壳就可以了，这边框会花一点。哦，这是15系统，哦，这也是15系统64G，哦，这是一个国行的，这是回收来的，然后是屏幕有瑕疵的。现在看的话是看不到，要点这个，点设置可以看到这有个小点点，小黑点。然后电芯的话也是我自己移植的，然后现在电池效率的话是100。像这个的话就是14系统，这个是卖145，就没换电芯前是一个全原的机子。然后像这个的话，全原是1750，然后有气密的。然后这个是64G 1400，然后这是 X256G，这可能是边框小花，也是屏亮的。这是1380。原机，然后有气密的，X2有气密，很少的。然后是 SE3，这个是我自己用的，然后是换了壳又扩容，我自己用了好几个月，1099。然后这个就是后玻璃碎了，啊，512G，后玻璃碎，也就是当大话机收回来，这个是250。屏幕的话还是可以的，然后这个也是个扩容的，扩容216G，然后屏幕的话右下角碎了，这个也是我之前自己自用卖出去之后，客户用了快一点又卖回来给我的，然后这个是1300多，哦，这是 SE2 卡碟机。然后 SPE 运营商的，然后像这个话就是699 SE 128G，然后这个话是一个港版双卡的13电池91，然后充电200多次，然后屏幕也是亮，好像这些话是我的指纹了，你用酒精擦干净的话，它是漂亮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酥油层，都是漂亮的。再找一台，像这些都是真正的原屏，没有打磨过的，它酥油层非常漂亮的。然后像现在美版比较少嘛，就是打磨太多了，打磨会脱支架，不想搞。